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总算是睏啊，规天哦，每一个人都到，什么代志都免做。你回来啊！啊，你来甲阿母吼斗床底耍啦，阿母目睭拢花啊，拢看无的。十外年无见过面啊，你哪会变到这尼啊憔悴？人家哪会败到安尼？你要创啥？陈建昌哪会变成安尼？阿冠啊，你哪会知影阮住在遮？你搁来遮要创啥啦？头几年，我为日本回来，头一件代志就是咧找你。我拜托真侪人，才去找着你。找我？阿冠啊，你搁找我创啥啦？敢讲遐尼侪年啊，你搁袂放我煞笑？阿冠，我拜托你，你走啦，我无想阁要看到你啦。你敢出来，我带你来去一个所在。我爱啦，我什么所在都不爱去。这个所在，你一定想要去。大下厝。带我来遮创啥？好姑娘，你知无？这间大厦厝我已经买起来啊。是你把大厦厝买起？我是为你买。你为什么要安那做？我会买这间厝，为的就是要你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头家，一个有人伺候、受人尊重的头家，一个能享受家庭温暖的头家。你就是头家，对不？我甲陈建昌无同款，我会疼母、照顾囡仔，做一个负责任的头家。头家娘，三天后我踮在遮等你。我希望你会当带迄两个囡仔倒回当来咱的厝。李冠，志玲，志玲，你准备好未？今晚即摆来阮家，你无想要去阮家是？去阮家是毋是让你做为难的？毋是啦，李冠，咱安尼敢会伤紧？假使我若无去，你是不是真失望？会啦，
可能是我家己想过着急了。其实，阮阿姨甲阮阿姐，因拢已经传好饭菜来等咱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陪我来敲一通啊电话，啊，甲因讲你有代志袂当去好啊。李冠，既然恁阿姐甲恁阿姨饭菜拢已经传好啊，我若无去，安尼嘛真歹势。为因会认为我是一个无礼貌的人。既然我头一摆去啊，我总袂用两手空空啊。无你陪我来去买一块伴手，安尼，你才会用留一个好印象予伊。我当然也想要去，不过我感觉你有心事哦。莫想遐多啦，我只不过一个烦恼阮厝内的代志，甲你无关系。是毋是烦恼恁阿爸？也是恁小弟。时间无早啦，唔通让师大等遐等伤久，咱好来去。喂，喂，我们家从没有在给吃饭啊啦。李冠啊，阿你来去哭啦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没有出车祸，所以只把人急救啦。哪会安尼啦？乖乖乖，唔好哭啦吼，连边我落去陪你啊，吼吼。姑娘，大米关钱了。伊讲哦，因男朋友出车祸啊啦，啊，咱即马来陪伊一撮啦。安尼安尼，哦，行行行，我嘛要啦。哎呀呀，哎呀，你唔免去啦，有啥物代志，我来打电话转来啦，吼。哎，朋友，啊，钱要加传一寡，唔拄去我便宜吼，就爱拿啥物保证金啥，因遐囡仔生活无钱啦。对，我来提。朋友，你提我，我可电话无啥搞吼。姐啦姐，好好姐姐姐。姐，你过来，等我等我好。现在真的是怎样了？伊还搁在那里叽叽喔，袂出来。阿美冠，阿你有通知伊的父母无啦？因处理无电话啦，也不过我有敲电话去的公司通知伊的同事，请伊的同事到三江去厝的通知伊的父母啦。安尼就好。陈志玲的家属敢有伫遮？有一寡资料，麻烦你写一下。陈志玲。干嘛要多问我？应该不是刚接人吧？安尼都会使。闭关，我你的男朋友叫做陈志玲啊。嗯，前几天嘛，伊老爸才中风倒来，啊，因厝的狗三毛，即摆因厝的跟咱靠近人咧上班赚钱，啊，又搁出车祸，是变。不你啦，甲美冠抓着，紧！美冠，听阿姨话，甲伊来等。对，阿姐，先等一下，讲。阿姐，我先来甲伊讲。讲，你听。
你也倒去涂骹啦，俺来放个规涂骹拢晒尿啦。阿母咧，这阿母实在吼，阿母，阿母，这阿母是走去倒啦，规间厝拢无半个人，啊，甲伊留伫遮，放个规涂骹拢晒尿，这阿母实在吼，是走去倒位啦。先坐好。请问陈志仁敢在遮？是啊，我是小弟啦。安那？哦，恁小弟哦，恁阿爷出车祸啦，现在人咧病，敢若足严重哦，你紧遐看。阿爷出车祸？阿是，我是小弟。阿爸，我来去病院看阿兄哦。你也要去哦、喔？你安尼想要去啦？你等下我来给你换一双衫。护士小姐，护士小姐，我是陈志仁的家属啦。哎，即马到底是安怎？伊伫内底急救啦。咧急救？啊，到底是安怎？哪有到什么危险啊？你即马问我，我唔知，爱等医生出来才会知影。你是唔是想要小心？阿爸，阿爸。护士小姐讲吼，阿爷即马在内底急救啦，啊，就爱等医生出来，甲查讲即马情形是安怎。请问陈志仁的家属？我就是啊，我是伊的小弟。你是伊小弟哦，安尼真好，麻烦你跟我留下一个。阿爸，我对医生一摆去吼，伫遮小等一下啦。我已经留一条阿母啊，伊若看到就会随赶来吼。我知恁即摆是真真艰苦，即摆只能够发生这款代志，是讲你放心啦，只因的医药费我会替你处理，我先来等，亚龙阿小弟来，看来我一定会接受我的援助。伊车祸吼，腰子伤了非常厉害。假使讲即摆若无赶紧吼换腰子吼，恐惊性命危险。啊是要倒换啦！即摆腰子吼，拢是还有人管才有啦。还啥较适合？我的建议吼，是恁家的家属吼，拢去做一下检验。假使讲有人吼有符合吼，那恁伊就有希望。我唔准你去，真准你去啦！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唔准你去啦！阿姨，志玲即摆出车祸咧，病院，真伊唔知安怎，你着甲我拖转啊！阿姐，你变安尼做啦？迄个代志呢？有因家人来照顾，唔免你去啦！阿姨，自细汉这条狗仔对人啊重情重义，志玲是我的男朋友。即摆还搁咧骂伊急诊呢，就算讲伊不是我的男朋友，只是我的普通朋友。我看到伊出车祸，才去骂伊，才骂伊照顾伊，安尼有啥物唔对？你也不是医生啊，你留伫遐遐有啥物路用啊？我讲唔准你去，都唔准你去啦！既然出车祸。一定是赵湘琴用着这大的病医的，志玲是文英的亲生仔，我敢明去甲文英讲，我若甲讲，敢是增加文英的痛苦，并且伊阁会怪我讲，想出来等到这个时阵才甲伊讲。文英，我
不应该甲文英讲的，不应该。不过我若无讲，万一这阵若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文英我无在身躯边，安尼伊母仔囝敢是一世人都无法度通相认？安尼我毋才变成罪人。哎呦，我是要安怎？要安怎着我？虽然讲，这个是无能生的，也毋过是注定甲饲大汉。不能对这个有挂袂断的血缘，也毋过注定对这个有写袂离的亲情。哎呦，我为什么人拢唔对？我是要安怎着我？是要安怎着我？哎呦！三妹，我甲你讲，我有男朋友的时阵，你还阁讲你替我欢喜。今仔日，你若阁叫我带伊转来厝内吃饭，啊，伊即马在病院住伊呢，你阁不将我去照顾伊？你当时你变个这么无讲理啊？不管有讲理还是无讲理。迄个陈志颖无适合你，你两个无速配啦！你即马有甲我提咩目的嘞？阿弟啊，莫甲伊提过面，你著知我无适合无速配。莫再讲啊！我讲你两个无速配啦，唔免再见面啦，甲我提咩目的嘞？我哪，我就是要陪伊照顾伊啦！你讲是甲咩目的嘞啦？才拄啊好诶代志，啊天下诶哪会才拄啊好诶代志啦？我甘愿哦，美官即马来挽回我，我嘛袂用让即种代志发生。因是共爸共母诶兄妹啊。啊，代志发生就发生啊，咱总爱想办法解决啦。你敢袂记？当初时，彩芬姐也要过身的时阵，伊千交代万交代，叫咱来保守这个秘密。咱即马若是安尼做，把这件代志讲出来，彩芬姐啊，咱敢对得起伊？